丁爱英生日遭恶整，设局反击好友们。在电视剧《当你沉睡时》以及《机智牢房生活》剧中有亮眼表现的丁爱英，首度来到台湾跟粉丝见面。在愚人节生日的他，常常遭到朋友恶整。看起来腼腆害羞的丁爱英，反整朋友们可是一点都不手软。对，제가이제이것도초등학교때예요근데이제친했던친구들한테이거생일날얘기한게아니라생일전날전전날얘기했던것같아요이제전학을간다고이사를가서전학을간다고이렇게미리제가먼저선수를쳤던기억이있어요 놀래가지고이제생일을준비를했죠그친구도저진짜가는줄알고 그래서제가이렇게오히려몰래카메라를했던기억이있어요而对于跟孙艺珍合作的新戏，首次担任男主角的角色，让他觉得相当幸福。不过在拍戏过程中发生的趣事，可是让他非常的担心。며칠전에촬영했던건데한이틀전에촬영했었던것같아요눈속에서이렇게눈밭은산속이에요낮에산속에서눈밭에서촬영을하는데이렇게사랑스럽고예쁜씬이나와야되는데제가눈밭에서미끄러지는바람에 아주뭐우스꽝스러운장면이연출됐어요근데그게이제방송에나갈것같아서조금 걱정이긴해요